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要为大家测试的关卡是神庙四殿火，如火如荼，超级。哦，可以看到我使用的是火油奥丁队。哦，参考了八友的一个队伍。哦，我想用我的方式来打，我会这样组啦。哦，他的话，文章不见，好，等一下找到再说吧。哦。像这样的话，目前这个我们输出就是火跟暗而已。哦啊，这样来讲，因为有那个暗弹，哦，有暗弹的话还蛮稳的。好，因为主要是第六关，哦，第六关比较机车。因为第六关他常常会遇到同系敌，我已经GG好几次了。先把左边那只 Q 掉。哦，为什么用这样组队？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奥丁啊，奥丁攻击力够强啊，加上他绝地逢生，要清的话稳定度会很高啊。火油恢复力全队加 1.5 倍，再来破防可以靠它，哦，所以还蛮好用的。哦，如果想要除CD就这样做一 combo， 我靠，下面那个人，哦，做一 combo。虽然大家很多都用水队啦，可是爆发有点略显不足。哇，这一队为什么爆发 OK？ 因为1.5倍加上奥丁绝地逢生，哦，所以在很多关卡在利用上是还蛮好用的。包括小关卡啦，因为小关卡也常遇到同系地就很难打了。还有四回合。哦，因为这次没有练 CD24 也蛮久的，好像有练过，小练一下而已。有别的账号有那个还没练的，没练头就大了。哦，然后现在要做一个绿柱的动作。哦，何谓绿柱的动作？就是除了把杂柱弄掉之外。把你的暗珠整理一下，因为应该是奥丁的攻击力比较够嘛，所以我是整理暗珠到左下角。哦，这影片我已经拍了好多次了，稳定度都不是很够，最后挑这一队，我想应该是 OK 啦。算了一下攻击力，这一队是我目前配队当中最高的一队了。哦，蜘蛛跳起来了。第一回合通过了，哦，这个就是像这种的，哦，这种一看到你想揍他的。好吧，要那个熊一个绝地逢生啊，因为现在同系列
蜘蛛也看一下了，应该是不应该，这样就不要全体攻击，单体攻击就好，这样我才有办法除细敌。哎呀，全体攻击到了，没看到，因为奥丁要扫，一定是全体攻击扫下去，应该没有问题啊。果然遇到了，就算我用这么强的队伍，他还是来给我搞这一招。这一次的问题比较大，二连指，3069乘二，6138，哎，可以撑哎，漂亮。可是有点危险，这吸地死耶。漂亮归漂亮，血还是要先补。嗯，最喜欢奥丁最后那一集。累什么歌？这样就漂亮了，就可以慢慢回到我出弟弟的 tempo 了。哦，像这个暗珠有没有？我们就一次让他做一 combo 就好。奥丁，小力一点哦，奥丁打太大力。没关系，下面一样，我们做绿珠的动作。哦，绿珠，就做一康复，留一些杂珠女比较好，自己能够做 combo 输出啊。哦，像这个的话，好，留一颗。第三关而已，做四颗不如做五颗。呀，就怕这样。漂亮，绝地逢生跳起来了。只剩下七回合，这关除夕地有点困难。没关系，我们先打这一次这样。谁打得痛就先打谁啊！CD， 对，这 combo 一定要切开，不然很危险。可是我觉得好密集啊！看一下哦。
差点没切到，太险了。三只都 CD 二，同 CD 耶，所以什么关卡都很危险。这个是所谓的绝地逢生的 Temple 吗？要用这个来救了，有点不妙。再一个，好，中，这一只血量大概还有一万多，二三四五颗也不急不快不行的样子。一二三四五，一八五四，算一下攻击力。那个时候实在太机车了，大概一半的血，一万八。又 combo 也不到，就算做全体攻击也不到，所以火柱要跟着打。好吧，感谢天降吧。可是感谢天降这一关呢，我绝地逢生开掉了 ，shit， 三四，下一关遇到同系第一，不妙，打得太险了，这么打法。CD 哦，终于被我遇到一场了，可是还是蛮危险的，这个还是要用力打。通常我打 CD 多，因为这个一定打很久的。哦，危险时次数就开下去了。这下去都是很舒服的，每一下。死回合应该撑不到那个时候，先开一次转心。很妙哎！是三回合，应该是超过了，先烧再说了。
这时候不转更待何时啊？哦，重点是左边那只 K 掉，你就可以开始慢慢出息地了。这时候小心哦，要补血哦，不要忘了补血。我刚补2000多滴而已，所以每一回合几乎都要补到了。2000多滴，然后卡星都没关系，我们现在转一下就好。趁现在赶快立住，可以看到又卡住了，一直就是在卡，你缺什么就卡什么了。我们的火油还有三回合。差点没弄到，四钢佛补2000多而已。好悲剧的补血量，现在更悲剧。这时候我选择。选择不做补血的动作，因为星珠实在因为太少了。哦，刚刚那个光珠太少了。哦，这时候建议大家一定要做三钢宝。哦，因为这一只是 CDE 的。哦，所以只要把这只干掉，要出 CDE 就不是问题了。三钢魔胶，太刺激了！好，我们终于把局面稳定下来了。之后做超果腹，好吧？然后顺便把这只哑巴蛋做出来。啊！不要哭，汤包，先讲一下啊！求大了我，先烧再说了。想说多拖一下子的，这时候流星珠啊，还有记得，你要保佑他不会那个。哎，我的星珠，我靠！你要保佑他不会累个。
我应该够矮，所以我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做一期。哎呀，我靠，一期变六期，我只是佩服我自己，还是佩服他？也太夸张了。卡星珠这个保险基金都要先开出来。哦，因为他这个越战越强哦，刚好稍微注意一下。他跟一般越战越强不太一样。嗯，那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呢？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序，稍微提升哦，所以跟一般的那个越战越强不一样，它不是金也不是银，不是孔金嘛，是宝银哦。哎呀，我的新珠啊，你留些给我吧。剑士留三颗，太小气了吧？哦，因为它是稍微提升，所以我们在被它锤的时候感觉都还好。哦，现在是属于卡星的状态，这个就开下去了。哦，蜘蛛出来了，这场的顺利度越来越高了。奥丁，锤不死他，四千多。先出多一点。哎呀，还是锤不死。看一下哈。要两回合耶，好漂亮。哎，靠，球大卡心。哦，好，接下来我们这个，吓死我了！我们的稳定度就是这样来的。我这个未免太刺激了吧，打得我心脏一直跳这样。关卡难度可以媲美这个是地狱级的紧张程度了。很机车耶，攻击四千多而已。那我会建议大家在这边，我会建议大家在这边储气啊，把那只蜘蛛再储起来。哦，因为攻击力四千多，基本上比小兵还弱啊。也就是说你不除啊，这样自然而然就除起来了，看起来是这个画面。这16回合我应该是 K 不了他才对，看这个局势啊。
或者说天降很难讲，我们还是留一点心珠啊。血量只要破过3000多就可以了。哦，在像正在磨的时候要注意，两回合要补一次血量，因为曾经有破就是忘了。洗洗地洗的太开心了。有没有像现在？有没有像现在就是很危险，还卡心了。不需要再发生那种洗得很爽然后不掉了让那种画面，反正都已经打到这边了，这个专心一点。整面削居然只有几颗星，一颗星，我的一颗星，太夸张了，245，啊，转一下这个，那十回合是跑不掉了，然后再来一个肋骨大法，这个果然是 MHA 魔啊。啊？什么？有人说跟阴谋没关系？哦，电脑太烂哦。对了，现在补不回来，因为队友是奥丁，是99等的，血太多了，补一半补一半不够。这康宝补不回来，又卡信了。然后又那个，哇靠，是怎样？终于肯掉心哦。
六七才补了回来五颗，五颗分六七。哇，这个新卡的可真漂亮啊！太夸张了啦，这个魔队每次都遇到这种问题。心已经够丢到够旁边了，应该不会再被削掉了。这个把它切开，千万不要让它浪费你的心珠。漂亮的 ending。嗯？哦，对哦，他是二十八对，那有的打了，我想说把他一波爆发带走。绝地光线要这样开，这火要给它烧一下，因为你要补血，然后顺便攻击。这个是怕有感的，奥丁锤那一下，我感觉蛮 OP 的。我新珠就不用补了，我为什么要补了没有用？他一拳就超过了，他一拳就已经超过了，所以现在新珠要等一下了。我发现好像只有奥丁打了会痛了。上去，这个人要检讨一下手术的问题。这个目前的话，我会开这个，哦，不用省了，反正，与其掉下来都不是你要的，还不如就，
反正我们多重保险了，基本上是 OK 的。下面新珠为什么要消嘞？因为我要做康的，没有为什么。哎呀，我的新珠多留一些给我吧。哦，样子看到目前还是平民三到五 C 的这个一个水准在而已。主要是要看关卡你的运气啊。哦，看关卡你会遇到什么同 CD 之类的。哦，新珠剩不多了，现在两回合我会先开。哦，因为我要让他 CD 先跑。反正我都是要补血的，然后这个星座量自己控制，还是稍微留一些会比较保险。哦，像中间那个星座我就留下来了。嗯，真的只剩下奥丁的攻击有感觉而已。再给他小巴掌一下，要赶快绿珠喽！再不绿，你第二个保险开下去就很危险。非常漂亮，很多新珠。嘿，哦，不瞒大家说，这东西好大的，好几个箱子，是两三颗石头吧。目前这对。主要是因为控场啊，稳定度会比较好一点，不然说真的配一分之类的，我觉得很难过关啊，我觉得很难过关的。啊，哎、欸，我没这次没有练气耶。哦，好，以上这个是如火如荼 extra 的一个打法分享，哦，给大家参考看看。很辛苦的打法，这个基本上三到五 C 有点难度啊。这个因为太多前面小关，太卡的不确定性的因素太多了。哦，这个打法辛苦的打法，给大家参考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